自己不开车搭小黄也要特别留意了，就是呢台视群星会时代的当红女星刘明颖啊，去年呢搭这个小黄想请司机哦暂时呢在停在路边载另外一位朋友来上车，没想到因为司机拒绝了，双方起了争执，而这位问奖啊竟然痛殴刘明颖还有他的朋友，让他非常的生气，告上法院，双方最后80,000元来和解。长发飘逸，一对水汪汪大眼，气质出众，手托着脸颊，很有明星架势。资深女星刘明颖，1967年17岁参加台视第二届歌唱比赛，群星会时代红极一时。同期出道歌手还有汤兰花，在台湾和新加坡发过6张唱片，代表歌曲《我没有骗你》《萍水相逢》脍炙人口。但出荧光幕多年，却因为和计程车司机起冲突登上新闻。行动不便了，我也不在，下车。结果他就把我那女朋友从车子里又拉又扯的，就把她推到那个人行道，又踢又打的。刘明颖形容和女性友人还以为会没命，气得怒告对方。开庭时司机当场认错，表示自己还要养家活口，不能丢了这份工作。但刘明颖提出不能开计程车为条件，但依照现行法律规定是行不通的。不要再从事公共运输行业的工作，因为我们是这样子两个人，万一在别的地方或者再发生，会有什么后果，真的我们都不敢想象，因为太疯狂了。不过刘明颖最后还是心软，和黄姓司机以80,000元和解。资深女星搭上计程车遇上火爆司机，饱受惊魂。中央新闻郑仁宗、杨荣台北报道。